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鱼丸。众所周知，孙尚香在上个赛季是射手一姐，但自进入 S23 赛季后，她的胜率就直线下滑，现在胜率已不足 48%， 马上就要垫底，让不少玩家感到疑惑，这个赛季她到底弱在哪呢？主要有两大原因。第一点就是班位增加导致很多辅助英雄被禁。我们都知道，虽然孙尚香爆发很高，但她的发育周期很长，前中期非常依赖辅助的保护，一旦前期被针对，那她没有装备的加持，很难打出有效伤害。班位增加导致孙尚香没有适合的辅助可以用，这是一原因。第二点是本赛季版本节奏加快，孙尚香经济跟不上。上面咱们说到孙尚香需要经济来打伤害，但现在单靠发育路的兵线经济已经很难满足孙尚香的发育需求。在入文局中，如果去中路蹭线会被骂，刷野怪怕打野嫌弃，再加上没有得力的辅助，胜率下降是必然的。很多时候还没有等到孙尚香装备成型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其实我觉得孙尚香的技能机制没问题，也不缺伤害，只要把经济稍微倾向于孙尚香一些，加速她的发育速度，装备一旦成型是能主导场上走势的。所以大家在打排位的时候看到队友玩孙尚香，可以考虑拿一个中单工具人，把中路经济分给他一些，这样不但可以提升香香的胜率，还可以提升自己的上星速度。